时刻的激烈举动已经造成台海国际航运全面停摆。台海战争剧《零日攻击》描写解放军武力犯台，斥资2.3亿打造，未演先轰动，还找日本当红男星高桥一生共同演出，没想到却被阑尾连结，影响国际观光客来台。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发文说，台湾自己都在大肆渲染零日攻击这类危机论调，国际观光客会将工厂或战场作为观光首选吗？而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说，这是为了影响2026选战的绿色军教片。前中广董事长赵少康更批评这部剧是民进党为了选举的认知作战，要选县市长啊，选县市议员啊等等的，又推出这个啊，然后来这个抹红啊。很多人嘛，真正让台湾面对威胁、面对危险，是中共的穷兵黩武，怎么会是一出戏呢？如果有一出戏，把事情讲了出来，我们就遮住眼睛不要看这个戏就没事的话，那才是真的危险。而零日攻击制作人发文说，战争没有赢家，更没有任何合理借口，面对战争威胁，每个人都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也没有党派政治之分，但观光客来不来，国民党跟战争剧连结做文章，学者分析跟蓝营长期不断主打的战争与和平论调有关。国民党在选举期间不断制造战争与和平的论调，配合中国对台进行恐吓，显然国民党似乎有如国内的第五纵队般配合中国对台进行相关的施压。观光客来台与否涉及政策规划，蓝营连结战场危机论难免被质疑是否扯太远。在新闻上，由我台北采访报道。